是我有时候念大悲咒啊，压气。念大悲咒什么？压气呀、啊。啊，咽压气是吧？嗯。啊，那很简单。你如果念大悲咒压气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可能念的时间比较长了。嗯。你用气用的太多了。就是说你念经又分两种，一种是念不出声的是伤，就是对血气血啊，哎，不出声的话是伤血，出声的是伤气，所以呢这种两种念法都不可取，就是最好的就是出点声音，明白吗？但是呢不要一点声音都不出，但是呢又不能出得太大，出得太大呢伤气，所以呢念了如果觉得有压气的话就放松出去走一圈，一边走着一边念也可以。明白了吗？迈方步，如果念大悲咒，这是调和你气血，更好的，明白了吗？行，感谢师傅，感谢。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嗯。哎，好了，不能再讲了，老妈。哎，好，师傅，谢谢你啊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好了，再见。